我们需要先去对面野区插个眼儿，出门慢，输一半，我们先跑。手里干。全军出击！哎，螳螂是红开吗？哦呦，这瑞饼！哎呦，我操！干什么螳螂？可恶啊！这瑞饼，我再吃个药。手里干。流浪法师。炸了那倒不至于，因为我们能抠他回血。手里干，手里干，有点刺挠。手里干，手里干，我能量不足了，兄弟，好，平 A， 漂亮啊！没法去啊，兄弟，确实是没法去。我查克拉严重不足，手里干。艾克说：“不帮我来，没办法，线儿没过去，兄弟，啊，勾溜一下跟他啊，勾溜一下。那上单唯一线儿重要，你重要，哈哈，这怎么跟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似的呢？你重要，行不行？”手里干，耍脾气了还？完了，还行，给他掏死了。这波没办法。啊，为了稳定军心，我们只能把这光头换了，没办法。其实这波换他并不赚，我只能这么跟你们说。
这也属于游戏中我们战斗的战术的一环。你看光头六了，本来我们是压光头等级的。把手里干，马上我升六就能杀着光头了。这一波三花聚顶，艾克去吧，应该够了。我们去上了帮波维恩吧，这维恩挺难受的，他拿个维恩打翻身，他打也打不过。哎呦啊，被我助攻了一波啊，来 W 一 Q。 哎，另外一个 Q 为什么老中不了呢？对了，节能一下撇两标的，就是影着撇两标，但我给忘了怎么操作的。一抠，这瑞饼什么意思？我们先回来啊，这不行。哎。这瑞饼有点肉啊，坏了，这波可有点亏了，没有查克拉呀。这波可坏了啊，这瑞饼不加海，我这怎么那么幼呢？原来潘森只是在养猪而已。啊！哎呀，这螳螂没杀了，挺难受啊。哎呦，我这瑞饼，瑞饼有点厉害啊，这游走的还是可以的。给我手波中吧，兄弟，啊，手波中塔，来，守一下中，你就别要那些小兵了，那中路那老些兵呢，能升好几级呢，别要那金儿了，那金儿没有这值钱，快点快点，去中路守一波。
has been slain.光头有双 buff。跑的可是真快呀，杀不了喽。等一下查克拉吧。老有红 buff， 他能回血，挺烦人的。没关系。哎，他们家的瑞饼，哎呀，这边的辅助挺膈应人呢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一波的光头。因为他现在没回家，他等一会儿他回家了就不好杀了。快杀！可以，这波试试能不能杀光头啊？哎，这螳螂那人呢？螳螂人没在，不打了，这边活了，不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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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对面人活了。这光头这一波我必杀他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是必杀他的。三花巨顶，600块。这么多人呢，啊！哎呦！我给你个手里干，还追呀？有病是吧？是不是有病？哎呦我操！追几条街了都还追？维恩可太难受了。去帮一波维恩吧。潘森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都打到高地来了呢？我需要一个查克拉。
他哪来的红啊？这光头啊，干嘛呀这？这半身虚区是真高啊，别打了，关键他不假孩呀，兄弟，这波俺俩先杀潘森好了。其实我来个不假孩吧，不行，这潘森打人太痛了，不假孩配个九头蛇，九头蛇出完我们来个大青鱼吧，或者是夜刃之风，勾引一波。哎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！哎，我靠，这你还敢野他？我也够呛了。黑切加上夜印呢？那潘森别野他呀！那潘森能野得起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能杀吗？这点劲没给盾呢，给盾就好了。哎呦啊，要没人下当了啊！没事，那潘森这英雄后边不厉害，他们家阵容都属于那种小规模团战厉害的。我们家有金克斯，别让金克斯死了就可以。金克斯装备不错。我也不敢推呀，光头有沙漏了，不好杀了，往下路走一波来。别追我啊，咋办啊，这怎么办啊？这瑞饼真烦人呐，一顿追呀，我操。他闪现 OO 我，那就没办法了。算，咱还是来个夜刃之风。不的，这把就出九头蛇。夜什么刃之风？夜刃之风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去了啊！那维恩就纯粹就有点傻。那潘森杀完我的时候，刚好没技能，他不去打那潘森去，他给人一走一完走完事跑。人家有技能了，你上去了，你说？小龙拿了，
要欧欧来了啊！没技能了吗？回家了，还打？来压着瑞饼跳，大龙。勾引一波，往右边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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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往左边走，左边全是人，快跑！杀潘森，杀潘森！我操你猴子的！漂亮，等个影啊，怎么死的，谁死了，怎么人死哪了，螳螂呢，跑上面去了吧，我得从上走了，这是个爹呀，这可惹不起呀，秒你啊，秒人的啊，嗨呀，完了，没人死了，哎呀，快回家呀，快回家呀，你也打不过我跟你说，谁来谁也打不过他，那欧欧欧欧完就死，没人敢上，你说现在就是变成这种情况了，就这家伙他给你狠完了，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了，是吧？这潘森一人偷我们家三四个，什么卡莎在这里，哎呦，后边螳螂，后边有螳螂啊，我来来个夜印之风或者是黑切这种东西了，
大招影着回去掏。你说那光头啊，那光头不盯了吗？盯完以后我们大招不没了吗？来黑切吧，出个黑切。关键这维恩我看他装备都已经，哎，就这个维恩在五分钟之前就这装备，就是五分钟以后就没更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盾弓有那么贵吗？盾弓战斗下去，这潘森可太猛了。这波我没玩好，我感觉我玩好我能抖伤。不过也行吧，也打赢了。嗯，我没太玩好这波。我打一套技能，查克拉没了以后慌了，有点影着没放。打赢了就行吧，你就孤立无援，别孤立就行了。你给我干他来，那别打小兵啊，打小兵干嘛呀？几条龙还行，三条龙，下条龙三分钟以后刷。你差多少钱？对，大龙插个眼儿，为什么人突然之间不见了？上车了。看看能不能接他们家一个唐达。哎呦我旁边有瑞饼。漂亮兄弟们，坚持住，这唐达一身血把唐达杀了。好，上光头，nice， 守住，立功了兄弟们。这怎么能叫送呢？这叫找机会。像这种劣势局你就不能坐以待毙，知道吗？那得找机会。出来呀，干哈呢？出门查眼儿啊。这种时候你别挂机呀。把这潘森给我宰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把这潘森杀了。你小心点，没技能了，等技能的，可以，别让他等技能，直接把他宰了。他只要一套秒不了艾克就完事。小龙来，别急啊，艾克大招还有二十秒。他们家没潘森其实很弱，我们主要杀对面 AD 啊。
回家了。兄弟们，我尽力了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，家没了。